嗨，你好，我叫 Sean， 我是美国 Pure Scoop 的发起人。这 Pure Scoop 呢，刚开始呢是一群很爱好车子的人们，然后呢聚在一起。那这个 group 刚开始的时候呢，包括一些赛车手，包括一些收藏家，包括一些车子的评论家，就是很多很有名杂志的评论家。然后我们第一年做的时候，其实很好玩。我们是华人嘛，华人在美国社会上，我们第一年做慈善活动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讲说，你做这个是做不起来的。你去做它干什么？你就乖乖去做你的，去享受你的生活就好了。Paul 那时候没有叫我去 give up， 他叫我去努力去做它。他就像一个，他这样很可爱的大男孩，就像一个，就是他这一辈子是就像一个很可爱的大男孩。我认识很多的明星，他真的他就是他想摆明星的架子都摆不出来。美国大男孩，对，很喜欢枪支，很喜欢 whiskey， bourbon。OK， 很喜欢海，很喜欢滑水，很重视朋友，就是让你跟他在一起，你认识他之后，你会觉得有他在你生命中，你会觉得一种很暖的感觉，就很 sweet 的感觉，就是男，就跟男人，他有时候莫名其妙 text 我说，我很想你，我很想回来，我不想拍片，我想回来，我们去吃饭去。你看到这个人觉得你今天觉得他这么忙，他可能在拍片，他会想到你，他发一个 text 跟你讲说，我想回来了，受不了。他不是他年纪越来越大，他就是越不适合走好莱坞，他越来越不能够去伪装他自己去为了去吃一口饭，到他的 ranch 到他爸，然后呢把他女儿照顾好，看他女儿结婚长大生小孩，快快乐乐活下去。对啊，这次有点历史，很好玩。所以我那时候买了他996，我还买了他一些别的车子，我忘记什么车了。然后呢，他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那我玩234，你就一定要有一台。可是那时候我对 Skyline 觉得 OK， 我知道 Skyline 是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我不会说要花，你今天要花这个钱去买部 Skyline， 我宁可去买部另外一台911，或者买一台好一点的 BMW， 你知道吗？因为 Skyline 那时候。差不多也要十几万美金嘛 ，OK。好了，然后呢，我买了这个车子，可是这个车子刚出买的时候就一直很多问题，因为第一个呢，就是它是在你所有的零件要从日本进来，但有问题不是那么容易修啊，就一直坏，一直坏，一直坏，坏到我觉得，我最后就跟他讲说，车我不要了。我记得那天他很不舒服，然后呢。我说我拿着车给你换你的白色的 GT3RS， 然后我那时候说为什么那个白的 GT3RS 现在变成我到了我这边来了，对不对？然后呢，就反正我永远记得那天他非常非常不舒服，因为我把车还给他了。然后呢，过了没多久，他把车卖给一个人叫 Nick Hogan。Nick Hogan 他爸爸是 Hulk Hogan， 是全美国最有名的一个摔跤选手。OK， 好，我还记得那天他卖之前，他还打电话跟我讲说：“我车要卖给 Nick 了，你真的不要吗？”我说：“不要。”然后卖掉之后给。过了没多久，他过世了，就是那个车祸发生，他过世了。过世之后呢，就，我办了一次慈善活动。我跟 Nick Hogan 那时候不熟，那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因为听到我们在办了一个慈善活动，他出现了，他开了这个车出来，就这个车。他把全修好了，这车以前很多问题了，然后把车全部的问题都修好了，可以开了，车出来了，然后 Nick 就说：“哎，你出来看一下这个车子。”然后这世界上只有三个人，就是一个你，一个我，一个 Paul。我说：“我知道。”我说：“那时候我也没有讲什么，我换了一个电话，我就跟他之后过了没多久，跟他出来吃了一顿饭。我说：如果你今天有一天真的想要卖掉这车子的话，我说请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车买回来。”然后之后的两年，我们就 back and forth， 就他有时候会打电话跟我讲说，我想卖这个车，然后等到我决定要过去看了之后，他又会说我不要买了，你知道吗？然后就最后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一起吃完饭我们都喝了一点酒，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就让我开一下这车子好了，我就看一下一眼，我也不想买，我们就。吃个饭，喝个酒，聊聊天。好，
吃完饭喝完酒之后，我们就去看，就到他那个住宅去看了那个车子。我就说，我们也不要拖了。我说这车子命中我也应该有他的，然后呢命中也有你，你是我一辈子的好兄弟。然后呢，我们命中两个人都是因为炮认识的。我说你说个数字，只要说个数字，我就把他带走了。他说了一个数字，我当时就带支票本，我立刻签了一张支票给他。我那时候连那个车子那个所有权状都没有拿，我就你支票你先拿去 cash 掉。我跳上车子我就开走了，他们绝对完全连想都不要想。那我买回这个车，我觉得这个车是我的了，这是我跟跑的了，回到我们身边来了，你懂了吧？所以是不一样的，这个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你知道吗？然后这个车就从那一天一直跟在我身边。那在我人生中给我最大的感触跟最大的影响就是 Paul。所以这个故事我可能我不知道你清楚不清楚。这个故事当初呢，这车祸发生在我办的慈善活动上。我办的慈善活动他来了。来了之后呢，当然那个慈善活动呢也是 benefit 他的 agency 的。你知道吗？其实那天活动已经结束了，他才出现。他出现之后呢，他就坐了 Roger 的车子上去。坐 Roger 的车子上去呢，就兜了一圈就出了车祸。那我不免会有内疚。我不仅是第一个跑上去看到那车子起火，现场起火的人，对不对？而且这还是我办的活动，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 fight， 英文叫 PTSD 啊。OK， 刚开始状况是噩梦，没有办法睡觉，那你就要吃药物睡觉，因为你人一定要睡觉嘛。你睡觉的话，你吃了药物睡觉之后呢，你就会噩梦，你噩梦就醒不过来了。就一直打滚，一直打滚，然后你好不容易醒来之后，你全身就是汗。所以我那时候重量掉到了，我那时候重量掉到了120几磅。对啊，然后呢，之后很快呢，你吃药没有用了，因为你还是睡不着，你开始酗酒，然后呢，你就人生就是一个很快的，就是一个 downhill spiral， 就一直往谷底下掉。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第一。算是又再一次的 soul searching， 就是在找寻自己的一个路程。Okay， 年轻的时候离家出走啊，你觉得哇靠，妈，我家人怎么这样搞我？然后我这样，在他车祸那一年之后发生过之后，那三年，我觉得是我人生另外一次低潮，低潮到。我那时候不晓得自己要怎么自己，那时候那我也是因为这个低潮，让我知道钱真的是没有用的，你知道，我可以去买车子，我可以去买手表，我可以去买什么东西都可以在当时，可是我买不回来那个时间点。我每一天哭，我没有办法睡，我每一天都有噩梦，我眼睛一闭起来就是那一幕。就是他在我面前活活被火烧死那一幕，然后我还要去面对他当时的官司的诉讼，因为我是在场证人啊，我要去很多很多的，所以这些事情我也没有跟任何媒体讲过，今天是第一次。事情发生，自己的心情要去调整之外，还要去面对这些东西，我那时候还真的觉得是钱真的是没有用的。钱没有办法让我睡觉，钱没有办法让我说真的可以忘掉的事情。那为什么呢？之后我就很 focus 在做好事。金额做好事之后，我那时候很强迫我自己出门啊。我那时候可以把我自己锁在一个房间里面，我锁几个月啊。我不让人家进来看我，就东西要送进来。吃完我就把那个东西丢到门口去，就好像你每天在说啊，总算又过了一天了，我人生今天又过了一天，赶快过完，赶快过完，什么时候才是最后一天？赶快过完嘞。很奇怪的一段日子，你现在回想看说，哇，怎么把我自己扶起来呢？就是我那时候开始，那时候 Pierce 还是存在的。那 Pierce 呢？那时候你也发现 Pierce 最近这几年非常 active， 是我好像我又重新从台面浮起跳出来了一样。那有很长一段日子就是很 quiet， 好像没有什么事发生一样。那个就是那一段日子，什么事情都没有在做。那大概这个 Pierce 创立的前三年，前两年三年。就一年一次拖一拽办完，对。然后我就发现，从一些小孩子的身上，从他们的眼泪上面，从他们的开心上面，我开始一点一点把我自己找回来，一点一点自己找回来，给了我自己信心。
让我自己再重新爬起来。这个整个过程就是 you go through soul searching, you know, and find yourself again, 就把你自己又找到了。找回来这个新的人很好玩，他比以前更强壮。在这边，你理解一些东西跟人生道理会更多。那你对以前看的觉得重要的东西，你现在觉得它不一定是重要的，就这样子。就我今天要在，而且今天要走每一步出去的时候，以一个男人来讲，走出去的每一步会走得比较踏实一点。You know, 不管对于朋友的选择，对你时间的应用，对你做人的道理，对。所以我从这场车祸里面又再次重新学到关于我自己。是，我觉得要是没有他的话，我觉得今天也应该不会有 Pierce。我们也不会帮助这么多人，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你知道？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打架闹事，对不对？蛮自我的。那年纪这个 combination 再加上赚了点钱，我靠，不可一世啊！对，我年轻的时候跟我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那可是因为他之后，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不但是我像我的好兄弟，然后我们在一起不像也像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会互相从身上去把大家身上会有拥有的一些不好的习惯跟不好的东西给拿走了之后，我们教了对方怎么去往前走。我们在一起聊太多事情了，我们几乎每一个礼拜来聊天。不管电话上，不管在 text, 不管在 email, 聊人生，聊爱情，聊面临的问题，我们聊太多东西，就像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兄弟。其实很好玩，我昨天下午在跟你讲那首歌吗 ？See You Again 那首歌，这首歌很写到我心里面去，尤其是有一句话，你知道，就是说它英文叫做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就是说，你知道。就是我见到你那时候，我们在聊，对啊，会再见面的 ，you know？ 我们常把47号放在我们的明年的这个做衣服的 shoulder 上，这就是纪念他，因为47是 Paul 的 favorite number 嘛 ，Paul Walker 的 force， 然后 7，Cody 是 48，you know？ 对啊，就是。I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you know. 然后继续保佑我们，继续看着我们。然后呢，47会常常跟在我们左右。You know, 你虽然走了，可是 we didn't forget you. 你是一个永远不会被忘记的人。